以冥王星为舞台，讲述战争残酷的文字冒险游戏。卫星战团展开了测试。手机上我们能玩到的是有别于 PC 版的全新 DLC 内容。主角千叶是一位失去部分记忆的爵士乐手，在战场上偶然和从前的乐团成员美玲重逢。身为现役军人的美玲决定逃离部队，和千叶共同生活。两人将在受战火侵蚀的城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然而日子还是要过，我们要帮助千叶完成他电台广播的工作，获得收入。根据听众的来信内容选择对应曲风进行演奏，听众的评价好，收入也会增加。每天的结算阶段可以选择要添购的生活物品，要是吃不饱穿不暖弄坏身体，可是会提前游戏结束。不过收入变多，房租居然还会涨价，真的是太现实了吧。剧情的安排相当引人入胜，每天发生的事件对两个人关系的影响，还有千叶记忆中隐藏的过去真相，都会让人想要继续玩下去。想要知道最后两人会影响怎么样的结局呢？非常喜欢。